哦，这里的话呢，麻烦大家再点多一次名，啊，点多一次名哦，啊，哎，多一次名了啊，然后也记得把那个麦关掉啦，啊，有两位学生的麦没有关掉，哎，记得关掉啊。OK。来，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我们再 continue 哦。那我看到有几个学生已经掉线了。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我们再继续刚才停留下来的部分啊。OK， 好，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也是一样啦，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哦。OK， 好，因为毕竟这一些呢，就是几乎就是跟综合科学不一样嘛。OK 啊。就是那些名字呢，哦，你们要自己去背啊。名字我是帮不了你们去背啊，背呢还是要你们自己啊。OK， 好，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再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停在 over window 嘛，所以接下来就是 U station tube 哦 ，OK，U station tube， 所以 U station 呢，你要记得就是 E 就是大号的啊，啊，哦 ，U station，OK，EU。一大号，剩下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小号不用紧，哦，就只是 use station tube 啊，最好就是要大号啊 ，OK， 哦，就要大号啊 ，OK， 哦，最好要大号啊 ，OK， 哦，所以呢 ，use station tube 跟那一个 semi circular canal 的话呢，啊，它就会比较特别啊，啊，因为毕竟 use station tube 哦，它会 balance the air pressure on both side of eardrum。Yeah, 就是我们会之所以会有耳鸣，就是因为那个气压不平衡哦，就是我们耳朵外面跟里面呢气压不平衡，所以你才会有耳鸣啦。当然你吞口水或者是开嘴巴的话呢，啊，就是会决绝了。OK， 然后至于 semi-circular canals 的话呢，就是半规管。OK， 好，所以半规管的话呢，它就是像跟我们身体的指南针这样。OK， 如果你讲一直原地转的话呢，啊，我们就会晕啦。哦，所以呢，这一个半规管呢，它就是要 detect position of the head， 就是我们头的方向啊。哦，然后 helps to balance the body。OK， 当然内耳的话呢，它就是会有这两个主角呀 ，cochlea 跟 auditory nerves。呀 ，cochlea 呢，它主要的就是它接收到震动了，然后它就把这个 sound vibration 这个声音的震动哦，转换成 nerve。Impulse 在我们的综合科学里面，它没有讲到很细啊，它只是纯粹讲到信息而已。OK， 它就只是纯粹讲到信息。可是呢，其实这一个信息呢，它是有名字的，我们是叫做神经冲动呀， yeah, 我们叫做神经冲动，神经的冲动。对啊，哦，所以我们比较。professional 一点，比较专业一点的名词的话呢，我们是叫做神经冲动呀，它也是一种信息，微就是微量电流，它是一种微量的电流啊。OK， 好，所以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叫做神经冲动啊。啊，你一讲神经冲动的话，我就懂得你在讲什么东西啊。OK， 然后 auditory nerve 呢，它就是像跟我们电脑的 USB cable 这样啊。哎 ，sorry。哦，所以听神经的话呢，它就好像我们电脑的 USB cable 咯，它就是要把这些信息啊，或者是神经冲动传到去给我们的脑部啊，呀，传到去给我们脑部。因为呢，在这里的话呢，就跟你的综合科学一模一样，它就是会有这整个过程啊，它就是会有这整个过程哦，就是第21面啊，呀，整个过程哦。所以呢，就比方说，如果你讲 source of sound， 就是有声音的来源。OK， 它就是会被我们的耳廓接收到，接收了就是会进入我们的耳道，耳道了的话呢，这一些声波、哦、它就是会撞击到我们的鼓膜，就是这个一个蓝色。OK， 鼓膜被撞击了，它就是会产生出震动咯。
yeah, 你可以看到我就是解释的时候很顺的。Okay, 你就是用逻辑来解释就可以了。Yeah, 声音吗？声音就是一个波动来的嘛。所以那个波动撞击到鼓膜了，鼓膜当然就是会震动啊。所以震动了过后呢，它就是会去到听小骨哦。听小骨就是会放大你的震动啊。啊，yeah, 放大了震动过后，它就直接去到你的那一个什么啊，就是会透过 over window, yeah,哦，那一个这个刚才有叫你们 asterisk 啦，卵圆窗啊，卵圆窗就会把你的那个震动传去给什么呢？耳蜗咯，哦，耳蜗 ，sorry， 哦 ，cochlea，OK，、okay? 哦，耳蜗，啊，你可以看到 ，ossicle 放大 ，OK， 然后透过 over window 传去给耳蜗，啊，看，耳蜗呢还要做什么呢？耳蜗就是会把这一个放大后的震动哦。来把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信息，诶，这个信息就是叫做 nerve impulse， 呀，这个信息叫做 nerve impulse， 啊，所以呢，这一个信息有了，我们就是要透过这一个 auditory nerve， 啊 ，auditory nerve， 刚才有跟大家讲过，它就类似好像 USB cable 这样，就是像跟那个电线这样啊，它要把这个信息传去给我们的脑部啊。Yeah, 我们脑部就是 desktop CPU， 然后过后脑部分析了过后呢，分析了它再把这个信息传回给我们、就是传就是来传到去、我们的身体，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声音啊，哦、它就可以给我们认知到、这个声音有多么的美妙或者是多么的难听等等之类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前面这几个咧，其实这几个啊，其实都是刺激啊，呀，哎，不是，这几个啊，从声源到耳，哎，啊，到耳蜗，它都是属于刺激，刺激哦，刺激哦，才能产生出信息哦，然后过后呢，接下来的这几个就是声音的产生啊，啊，一个是刺激。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产生、啊、声音的刺激跟声音的产生、哦、所以它就是有这两个主要的 process、啊、就这样吧、啊哦、所以呢大家其实呢虽然我们是上新的一个章节、啊、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又再复习多一次你的综合科学、哦啊、其实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就只是英文是会出的比较容易啊，啊，综合科学呢，可能你们要抓比较紧一点啊，会比较难啊，啊，尤其是那些想一想你要去读过啊，OK， 好，所以就这样啦、啊，看、啊、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哦，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是尾声了啦，尾声了，我再放大家十分钟做那些习题，然后我们再讨论，讨论完你就可以讲 goodbye 啊，我们的课就结束了。OK 吗？这里好、哦，主要的我们已经上完了、啊、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些的运用就可以了。OK， 所以呢，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就接下来啦，就看这些一些运用啊，跟一些 limitation 啊。OK， 哦，当然我们的听觉呢是有极限的。OK， 后面呢其实就是要讲这就是我们的听觉的极限啊。哦，然后我们如何去克服它们哦。OK。如果你讲 limitation of hearing 的话呢，这一个呢，我们就只需要去背人类就可以了。哦，动物不需要背，你只需要懂得人类的那一个频率哦，声音的频率呢，我们的范围是在哪里？我们的频率呢是20赫兹到2万赫兹罢了。OK 啊，好、哦、，baby 呢，它可以去到更低啊，呀 ，baby 可以听得更低啊。OK 啊，哦，人类呢平均啊20到20千两万哦，啊，这个你需要背就可以了，剩下的呢你不需要背，这个你就懂得就 OK 了，啊，看过就可以了，啊，不需要背，人类你要背就可以了，20到2万，这个一定要背。OK， 所以呢，我们的听觉呢，虽然在我们年轻的时候20到2万，啊，可是呢，超过或少过呢，我们就听不到。当然随着我们的岁数增加，就是我们老化，我们老了，我们的听觉更加惨。
呀，更加长，这些范围呢，就是会更加缩短哦，呀，你可以看到 narrower， 缩短 ，OK， 哦，更加少哦。然后当然动物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蝙蝠呢，2000到11万，呀，哦，2000到11万，所以它就可以放出那个 ultrasound 超声波，它也可以听到，它也可以 detect 到它四周围的东西啊。Yeah, 所以你可以看到蝙蝠啊 Dolphin 啊，他们是可以放出超声波啊，所以呢他们的听觉哦，他们的范围 啊其实很广OK、哦、比我们人类还要广、啊哦、然后当然我们因为我们这一些听觉有限，然后再加上如果老化的时候呢更加有限，所以呢要如何去克服他们呢，所以我们就有这一些就比方说医生他要用 stethoscope、啊、这个 stethoscope 呢就是你可以 highlight 起来、啊哦、如果你想考试有出的话呢至少你可以写这个名字、啊啊哦、因为就是很浪费、啊、如果你写不出这个 stethoscope 的话、啊哦、所以呢因为 heartbeat 呢你不可能把你整个耳朵贴过去人家的胸膛嘛，等一下你贴过去那个女病人的话他马上就是 slap 你一下讲你非礼不可能的嘛，所以呢你就是要用 stethoscope 来听、哦啊哦、男女授受不亲嘛okay, 然后再加上这个 stethoscope 呢它又怎样讲它又可以帮助你听到很小声的声音、哦 okay, 哦、你不需要把那个耳朵贴近人家的胸膛才可以听到、哦、不需要嘛，你可以远距离这样听咯啊、yeah, 这个就是 stethoscope。 然后呢 megaphone， 这个 megaphone 我相信大家运动会应该是有见识过、yeah, 哦、就比方说那些高三啊还是高二啊，你看啊他们打气的时候啊是那一个 100m 啊或者是4×400啊，你看啊他们就是为了要放大他们声音的话他们就用 megaphone 哦，扩音器哦，他就喊得比较大声一点看 啊, 啊所以呢他就可以打气啊，就帮就是鼓励那一个他们的同班同学哦，就是可以让他们知道，哎，我们就是在后面 back up 你啊，啊，你要加油啊，跑快一点啊，对啊，哦，所以就是这样啦。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助听器哦，啊，助听器呢，一般上都是要给那一些耳朵啊、听觉啊出现问题的人啊，对啊，比方说老人啊，或者是你。耳朵那边有问题的话或者是受伤啊还是残废的话、啊、至少我们有这些助听器来帮助我们 啊就这样罢了OK 吗、哦、所以就是这一些而已啦、哦、stethoscope 就帮助我们听那些很小声的东西、哦、然后 megaphone 呢就放大我们声音、啊 OK? 然后 hearing aids 呢就是、帮助那些听觉有问题的人啊啊、所以这些都是克服我们的极限哦、yeah, limitation 啊 OK 好，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双耳效应哦。Stereophonic hearing 是双耳啦、哦、双耳效应来的 OK 双耳、哦、效应OK， 好，双耳效应 ，OK 啊，哦，所以呢，双耳效应呢，其实我也不讲那么多了，你要用两个耳朵来听，它就是这样罢了，哦，所以呢，你双耳效应呢，它就是要用两个耳朵来去听哦，哦，所以你用两个耳朵来听的话呢，至少你可以知道那个声音的方向在哪里啦，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重要性哦，就比方说。那一个 for 我们人类啊，你可以至少知道 location of the sound source of sound。如果比方说有一个人喊救命，你不可能讲你关个一个耳朵来去听的嘛，他就死了。所以你就要用两个耳朵，哦，所以至少你可以辨认那个声音的方向啊，啊，哦，或者是呢，你可以讲就是那些 predators 哦，如果你讲老虎，它要捕猎那些牛啊羊的话。哦、他也是一样哦，他会用这些双耳效应来听哦，让他猎物跑去哪里、啊、所以至少他可以阿嘎阿嘎
大概预测那个方向在哪里。对啊，好，所以就这样而已啦。OK， 当然它就是会有一些小实验啦，跟你的综合科学一样啦。如果你讲关着眼睛，呀，你开两个耳朵的话，你多少你可以知道那个声音在哪里哦。如果你讲你关着一边耳朵的话呢，关着其中一边都好了，你可以听到声音，可是呢，你就很难辨认那个方向啊。啊，所以呢，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综合科学一模一样啊，它就只是纯粹要 test 那个双耳效应的好处吧。呀，它就像个 speaker 这样哦，气点一或者是 Dolby Atmos。它可以给你知道那个声音跑去哪里，有那个方向感就对了。 OK 吗？所以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哦，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放大家十分钟。 OK， 我就放大家十分钟，请你们就是完成下面的那一些习题啦。Yeah， 哦，我就给你们十分钟来做下面的这一些习题，做完了过后呢，我们就讨论。Yeah， 哦，所以我们大概26分这样继续啦。哦，不是大概26啊，10分钟大概11:08分。啊 yeah， 11:08分这样。我给你们10分钟哦，你来做这些作业。哦，11:08啊。OK， 哦。所以11:08我们再继续啊，所以不要跑掉哦，也不要去，也不要到处跑掉啊，还是失踪掉啊。啊，我可能会随随便便会 Q 一个学生啊。啊 OK， 哦， 11:08。
这里啊，哈，如果你们过后啊上完课的时候啊，就是你做完那一些习题了过后呢，请大家就是记得把它拍成 PDF，然后就直接 submit 上去那个 GC 就可以了，所以你就不用这样麻烦 啊，你直接拍成 PDF 啊，直接 submit 就可以了。啊，我已经开了那一个 GC 啊，所以大家就是做完了，你可以就是 save as PDF，直接 submit。
OK， 来，所以十分钟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讨论一下，就是下面的一些习题啦。呀，哦，请大家再回来哦。呀，好，回来了啊。OK， 所以这里的话呢，它的那个习题呢，总共就是会有十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一题啦。OK， 好，所以第一题的话呢，就是它是讲到a tuning fork。A violin string and a loudspeaker are producing sound. Okay, 然后呢 this is because they are in the state of 这一个的话，我就是会放 vibration 啊 ，yeah, vibration 哦。Okay, 哦，答案就是 vibration. Okay,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astronauts are in a spaceship. 这一个的话，我就会随便 pick 一个学生。然后就问他看这一题是什么问题啦。OK， 刘凯杰有在吗？刘凯杰，有有有。对这一题，第二题你觉得是什么答案呢？boy， boy 啊，对啊，好，所以对啦，谢谢你。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第二题就是 boy sounds cannot travel through a vacuum 咯。所以呢，其实你在太空那边它是接近真空，所以你是不。很难去听到声音啊 yeah, 不是讲不可能啊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哦 okay, 因为它里面就是接近真空啊 yeah, 接近真空了、啊啊、可以可以、哦、用红笔改啊 okay, 用红笔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at the same time、at the same temperature sound waves have the fastest speed in 所以这个的话就由我来做这个是 rock 啊 yeah, 固体咯OK， 好、哦，固体啦，啊，对，哦，所以这一题是 A 啦 ，OK， 好、哦，因为这里的话呢，我们都讲嘛，介词固体是传播速率，声音的传播速率最快嘛，所以固体是最快哦，然后最慢的话就是 oxygen 啊，完全没有的就是 vacuum， 哦 ，supposedly 应该是 vacuum 是最慢的，哦，可是 vacuum 是就是完全没有啊 ，OK。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第四题 ，What would a drummer do to make the sound of a drum give a note of lower pitch？ 所以 lower pitch， 所以这里的话呢，我就来看一下还有谁啊？王嘉贤，你在吗？嘉贤，在。那第四题你觉得是什么答案 ？C，C， OK 啊，好，对啦啊。所以这里的话呢，谢谢你。所以这里的话呢，也是一样啦。哦，因为他要讲 lower pitch 嘛 ，OK， 所以你就 loosen drum skin 哦 ，OK， 就是那个敲锣打鼓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会有上面会有一层鼓的那一个皮啊，呀，哦，就是会有一层啊。所以呢，其实你放松一点的话呢，它的音调就不会那么高，呀，音调就不会那么高啊，呀。如果你讲 hit harder 的话呢，就是响度。Okay, hit drum harder 就是响度 okay,、哦、这个是响度高 loudness 变高 the B 的话呢就是 loudness 变低 okay, 然后 donkey 的话呢就是 higher pitch、yeah, pitch 变高 okay, D 的话 okay, 就是这样吧OK， 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what is frequency？ 所以这个 frequency 的话呢，就是由我来做了啊。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number of vibration per second。OK， 第五题 A，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哎呦，嘿，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不用紧，可能有些人没有看到。呀，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来看一下啊。叶世贤，世贤有在吗？有有啊，所以第六题你觉得是什么答案呢 ？Amplitude，B B boy 啊 ，OK 对，好，所以呢这里的话呢答案就是 B 啦 ，Amplitude 高度就对了，啊 ，Amplitude 是高度啊，请大家记得。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Doppler effect is produced is， 所以这个的话呢其实啊、你就要。你就是要看
那一个 Doppler effects 啊，所以呢，它越靠近你的话呢，那一个 frequency 就是会越高咯。所以这里的话呢，也是一样，我会找一个学生出来。呀，哦，金培有在吗？陈金培，单金贝，是，嗯，好。所以第七题你觉得是什么答案呢？C 啊，哦，可是这个答案我有点不确定耶。你没有去 check 后面的答案吗？没有，我自己做。哦，你自己做啊。所以 Doppler effect is produced if the detector is in motion, the sound source is in motion, 然后 both sound source and detector is in motion. 所以大家觉得会是什么答案呢？你不确定啊 ，C。然后其他同学呢 ？Andrew 有在吗 ？Andrew 有在。你觉得第七题是什么答案呢 ？B。啊？什么？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什么答案呢？B，boy 还是 dog？Donkey 啊 ，donkey 啦啊，所以答案是 donkey 啊，呀、yeah, ，答案是 donkey 哦。你不能只是单单讲 C 吧啊，因为 Doppler effects 呢，它就是要移动了 ，OK， 它就是要移动啦，呀、yeah, 哦，只是那个移动的话呢，如果你讲 detector 就是我们人类咯，如果你讲我们人类啦 ，OK， 然后呢，车就是。我画了好像蛋糕这样，要咋？随便啊。OK， 车就是 sound source 啊。如果你讲 sound source， 然后 detector。OK， 好 ，A 的话呢，就是讲 detector， 我们走动，我们过去啊，然后 sound source 它停着啊，所以它就会 Doppler effect 哦。或者是呢，如果你讲那个 sound source 就是这一个车哦，啊，它靠近我们。我们站着 okay, 也是会有 Doppler effect、哦、然后如果你讲 both sound source and detector is in mo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sound source 走过来我们也走过来也是会有的其实、啊、可是呢它的那个 is in motion 呢它就没有写到那么详细、啊、如果你讲德巴列走的话呢、啊、肯定是没有啦、哦、德巴列走的话就是没有啦，就是倒反走反方向走的话呢就是没有咯。如果你讲靠近的话呢、啊、靠近的话、啊、就会有啊 Doppler effect， 所以最好的答案就是 Donkey 啊 OK 啊，好，最好的答案就是 Donkey OK， 好，金培 OK 啊 OK， 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话呢第八题 As a person walks toward the speaker the frequency he or she hears， 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来看就是、啊、A 啦 OK 啊，好 increases 啊啊、这个也是一样是 Doppler effects、啊、OK Doppler effects、啊、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 Above what frequency is ultrasound OK 这里的话我在找一个学生Lucas 有在吗 Lucas 在、啊、第九题是什么答案第九C 第九题 C 啊 OK 所以呢 C 啦、啊、答案就是 C 谢谢你、yeah. 所以在你笔记里面呢其实是有的啦、yeah. 那一个 ultrasound 去了哪里、yeah. ultrasound 没有错的话是有的、yeah. 两万啊这个 OK more than 两万好赫兹所以呢答案就是 C 啦、啊、OK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最后一题了啦这个我就不拖大家那么久了所以最好的答案就是 C 啊 ,20 到2万哦、啊、,20 到2万之间啊 ,OK, for healthy human,OK,、okay? 好所以这里的话呢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接下来了啊 ,OK, 啊所以这一个你们就可以把它的答案写下来咯 ,OK, 只不过呢有这一题哦这一个第二题哦
就是可能的话哦，你们就在这一个图里面 ，OK， 就是自己画，大概这样画。对，呀，哦，因为他没有给你格子啦，所以呢，你就直接在这个图里面画。哎呦，我的画板不是说很好，呀，因为 frequency increase 嘛。你就大概画啦，因为我这个我画板就有一点点麻烦。Yeah, 所以呢，你就把它的 frequency 缩小去就可以了，不是缩小，就是把它的 graph 啊密密麻麻排列在一起哦。就是你就画在这一个左边的格子里面就对了啊，直接画在格子里面。Yeah, 然后呢，你就自己 label 咯啊，这个是 A 啊，啊这个是 B 啊，呀、yeah, 你就 label 啦，就 label 哪一个是 B， 哪一个是 A 哦。啊，所以我们时间还少过一分钟哦，等一下大家再进来多一次啊，啊，因为我们还有剩下一点点，好了 ，OK 啊，哦，这个我就拉下来了哦，这可以吗？哦，我就拉下来了啊，啊，麻烦大家再进来多一次哦，因为剩下一分钟了，啊，剩下一分钟的话，还有好像又不行啊。啊，因为我们剩下一点点了。